最近的车站是京阪线的七条站，附近也有许多景点，比如三十三间堂、京都国立博物馆、养元院。如果是抹茶控的话，推荐一定要去茶匠清水一方园。废话不多说，赏图吧。入夏之前，在梅雨季节时刻，这里更是绣球花盛开。废话不多说，赏图吧。